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方丈。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佛期已经将近圆满了那这个很快七天过去了。那么最后呢，要跟大家提醒。我们佛期未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将主题呢，都是会前后连贯，让大家呢对净土法门呢，头尾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概念。但这些建立呢，我们不是说自己想象，甚至于呢。也不是以一般的这些网络上也好啦，是不是一般的这个书籍啦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希望呢依着经跟论，那么比较正式一点，也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呢实质末法呀，很多的教说内容啊。很似是而非，甚至于呢是伪佛教所说的，那像我昨天呢有提到那么居然也有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那阿弥陀佛赦免我们的罪啊，那阿弥陀佛爱我们啊，因为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很感恩，因为阿弥陀佛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那这个说法呢很甜。听起来很甜呐，就是听起来很舒服，赦免你最好啦。那么这个是颠倒见呐，你的罪是谁来赦免你？我们说我们拜忏，我们也确实有忏悔主，但是你要知道，能赦免你的罪的是你自己，忏悔主是指的接受你，对他说明你的过失，那么他呢，加持你。甚至于呵斥你，乃至于呢，也最后也，指示你今后不可再犯。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呢，真实的，升起那惭耻心，以及呢愿心，发愿未来不更再造，并且呢舍这个犯罪之心，这个时候你就忏悔。那所以说，重罪如霜露啊，会日能消除。进一步的，我们观察造罪之心。之念，这个是颠倒妄为不可得，所造之事也是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呢，但观实相，那么重罪就自然消退。这是佛法的正见，是这样讲的。哪怕是声闻教法里头的忏罪呢，那也是你对一个人、对一个忏悔主，说明了你的罪相的罪恶，那么呢，请求呢。他的证明，你今后舍除这犯罪的心、犯罪的行，并对这个已经所造的恶呢，升起惭耻之心，愧疚之意，寻求弥补，或寻求呢，这个消除，这样子你的罪就得以消除。弄清楚啊，这就是佛门里头无论小乘或大乘的忏法，忏的概念是这样。哪怕我们拜法华三昧忏啊等等，这些并不是在祈求你赦免我没有罪，这完全是基督教一神论的思想。你把阿弥陀佛当这样，你这是谤佛，这很颠倒。然后呢，网络上面传来传去，所以说，做一个出家人，你要是不学佛法，你看起来像在弘法，你就简直就是在谤法，很可怕。那讲起来话是很甜的，没有错，大家很喜欢听啊。这话不甜的话，基督教文明里头怎么会接受所谓的上帝赦免罪这个事呢？为什么信到整个世界有半个世界以上的人会相信？因为这样最容易啊。神作为创造主啊，当然他都能创造我了，怎么不能赦免我的罪？这个话不能这样。那这个呢，或许有。引导人家好像，这个相信阿弥陀佛的这种善意，
但是呢，这毁灭佛法的证件是很严重。我们真正的信仰阿弥陀佛，要用正信的方法来导引众生。它是特异的方便，那么我们就用特异方便，佛门里头合理的特异方便的概念来导引众生。这你要经过学习理解，而不是你用这样子网络这么学学听听来来的这样子，然后不经过思辨，也没有正式也没有佛法的正见作为导引啊，那你就学人口语啊，这很不当。这也就是为什么净土真宗会说这种话，就为什么这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德会说这个是邪教邪见啊，你在印光大师文钞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杨仁山居士的文集看得到，太虚大师的全集里头也提得到这些内容。不过这个呢，不是我们的重点，这只是诱发我们说要去好好学习净土法门的理由。那第一，第二呢，因为大家要回去，那在这跟大家提醒，所以拜佛、念佛、绕佛、静坐称念等等，这些呢都不离开我们的所谓往生论的五门修行，所谓的这个恭敬、称赞、作愿啊，那观察、回向这五个门啊。最一开始，礼敬门呢，就是礼敬，称念佛名是礼敬，但是最大的礼敬就是我们身体去礼拜。因为身体是一礼拜之后，我是在佛前礼拜啊，我手也不能做别的，嘴巴又称念，眼睛也不能看别的了，因为我在佛前礼拜啊。当然你也可以对着一棵树把它想成是佛啦，那当然也可以啊，不这种机会不多，我们都是在佛前进行礼拜，对吧？所以这个身心的这个礼拜啊，是最能够摄受我们的六根的。为什么？你连身你都在动作。那你说那静坐不也 OK？ 是也 OK。那很容易呢，初学的人呢，那个是比较静，你很容易打妄想，要不就是昏沉。那所以呢，刚开始要用身体的礼拜啊，去完成，啊，去完成了。无论祖云老法师啊，那个还是灿云老法师啊，甚至于那个早期那个法鼓山圣严长老啊等，他都是要教大家礼拜，他连有的连参禅他都要先教他修学礼拜法门。因为礼拜我们造业是身口意，但最终造下去的时候大部分是身业去造啊，那口当然也会造了，造了更多了啊，是没有错。那我们正在拜佛的时候呢，是口称念，身礼拜。那个杀盗淫，你就不会做。那么呢，恶口两舌绮语妄语，你也不会去做。那么呢，眼来观圣相，耳来听大众的声音、和合的声音，你就会无我，你不会把自己的声音特别大，不会，特别怪异也不会，你不特别快、特别慢都不会，你要跟大家。你听我的，我听你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学会了与大众和合、共同静止的这种无我相。那么呢，眼呢这样看，耳这么听，身这么拜，鼻呢嗅佛香啊，一般是可以闻到佛的功德香味，《法华经》上这么讲。但我们凡夫还没办法，那至少我们可以嗅供佛的香，供佛的香。这个香味是一种记忆，是一种记忆。所以为什么说天月明空啊，异香满室啊，这个异香也是一种瑞香。所以说我们点香不必多，那么点好的香，那么呢鼻嗅佛香，身坐礼拜，口称圣号，耳听法音，眼观坛音，最后意起正信正愿。我说正信，所以讲解佛法内容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正信，正信然后发起正愿，那么才能起正观。十六观经讲的正观，这样，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正信正愿，信
阿弥陀佛能接必定接应我，不舍他的本愿，信我称念礼拜啊，这样子的功德是支持也顺于佛的本愿，信释迦佛所说的教法不真实不虚，最后当然信我们的佛性与诸佛无二无别啊，这是更深刻的理性啊，至少你视信上要这样，所以要对于这个称念佛名的信心要现前。极乐世界呢，最终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依靠，并且也是我可以去，这个信也要建立。那么这样子呢，建立好这样子的信，那么就观察我们娑婆的苦啊，非乃至于还有苦之外还有困难分两类，自利困难，接着就利他也困难，所以怎么样，苦是因为我们带业而来，所以呢啊，种种烦恼相，身心不自在，环境也不自在，眷属也不自在，啊，眷属不自在是怎样一个爱恨交缠嘛，啊，一开始是因为爱，接着就带恨，啊，那要不就是一见面就没好缘，那就恨，啊，恶缘，这一类的，就眷属的苦，啊，那么环境的这些什么呢？法的苦，环境的不自在，你越感觉越重，你就怎么样？对于这个娑婆世界，你就越放下。那么呢，极乐世界的好，那也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说也要讲解四十八愿了，当然这是未来了，一个佛期没办法讲那么多了，但我们会一直顺着讲，每一次的佛期有共通的基本道理，像刚刚讲这些都是基本道理，可能都会再讲，但是有新的内容，就是依着经跟论，那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讲，好，这样让大家呢，每一次的佛期知见也有更加的扩大深入坚固，那么呢既有共同的修行内容，也能够一再的复习加强坚固，那这样子就是远近标本啊都能够顾虑到，希望这样子未来的佛期能够给大家更大，我们彼此的得到更大的利益。好，那么刚刚讲的这是就拜佛的态度啊，那么也提醒了大家，就是说了解净土法门的佛法通途意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净土法门虽然是超圣之法门，但终究它不会离开佛法的通途之意，就一般的佛法的共义它是不会离开的，包括我刚讲那个忏悔啊，意念阿弥陀佛，那不是用个人的那种妄想情绪，那是一个很正信的方式去意念，那么呢对阿弥陀的功德也要弄对，它是那个本愿的加持的功德，它不是像上帝这样赦罪赦免你罪的这样子态度。那日本人因为他中文的解读能力或许真的是有隔了一层膜了，古来就也就已经这样，那现在更是这样了，那所以他在解读中文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会解的就不是，至少不是我们汉人看中文的那个样子，那就解偏了，都有很有这种可能，所以把它解成这样，那我们呢就要有所谴责啊，这些谴责你要有能耐，那你自己要做一个汉传弟子啊，这么多全世界的佛法，就是汉文所记录的经典是最广大深细的也最完整的，那你不去读，你就要捡便宜的，网络上这里挑一下那里挑一下啊，白话文这里看一下这样，那中国祖师的你不去文言文你嫌麻烦不去看，你去看那个翻译来的白话的日本人写的东西，那你又不知道对或不对，那基本的佛法正见你又没有建立，那人家说了就算了，因为他看的比你多，那你就跟着人家跑了，那这样子就以讹传讹啊，很不好，
你自己得不得利益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啊，但是你却把错误的观念导引在这个世间呢，那就是这个就真的很不好啊。我们是护念佛法，我们才要这样做。做一个居士更要如此啊，也要如此，因为你几乎就在接受而已啊，那你真的要接受对哦，也要知道佛法的基本正见是什么，不然佛法你就越来越邪正不分了，那这就末法的越来越严重。好，那么呢，我们也在把这个开场再讲了一次之后呢，我们继续把昨天呢谈到的阿弥陀佛的所刚开始发法藏比丘发愿的那个对象啊，那个就是四自在王如来。那么慧基本把它搞成四自在王啊，这个什么四自在王，有这么一个王，怎么会弄成那样？好，那个这四自王如来，是这位如来呢，名圣号里头有一个王字，但不是他不是国王哦。那么阿弥陀佛呢，当时在法藏比丘是已经登地的菩萨了哈。那么呢，在他面前要发愿。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他愿的内容，就是总愿总说的内容。他说：“国如泥环而无等霜，我当哀悯哀啊，度脱一切。”他希望他自己法藏比丘希望他自己成佛的国度啊，如泥环般呢、啊。你要知道，泥环是什么相、啊？是内外清净，内外清净相。好，那么。所谓的主要当然是内心境，因为内在心境只有国土境嘛，但主要是内在境，但是呢也要外在境。怎么说呢？我们是凡夫往生极乐的，凡夫往生极乐不是去到那里突然间你就变圣人了，不是、啊、你的凡夫的阴心还在、啊、可是却像泥环一样，国如泥环，这句话很重很重、啊、他的国要像泥环一样，泥环就涅槃了，涅槃境界，那是极尽安乐，安乐相，怎么能这样做？而无等霜，就十方世界的国度都没能像他这样，这就更难了，也就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前例可循。这就为什么我们《赞佛记》当中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的原因呢？处处有讲到这个无有。这个没有跟他一样啊、哦、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样。那么这样子的国度如泥环呢、啊、你说阿弥陀佛自己都成佛，当然如果你法藏比丘未来成佛，你自己就在涅槃中，你的国当然如泥环咯、哦、当然就是涅槃相咯、哦、泥环就是涅槃啊，这翻译不同而已，不是的。他既然讲一个如字，那意思是应众生需要而存在，佛不会孤立的自己，在他的长极光净土当中是没有一切众生相。但是呢，当他建立一个国度以利益众生的时候呢，那个国度是有其他众生的，那个叫做报身的世界，报土，那就佛的报土。佛的长极光土内，长极光当中只有佛自身受用。但是佛建立的世界呢，或者他化现的世界，这两种，像释迦佛是来人间化现，阿弥陀佛是自建一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表现的方式、哦、那对佛来讲是一样的，但是他希望阿弥陀佛希望他自己所成就的那个极乐 的国度的报土啊，来生我国的人呢，都面生活的样貌像涅槃一样，当然是像，不全然是，可是他的功德利益就很大。比如说四十八愿当中说到，生我国中的国人呢，自然有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以外，啊、哦，天眼通、天耳通，这五通都自在。那么漏尽通虽然没有，但是。无不受众苦，但受诸乐。哦，他本身虽然还是凡夫相啊，凡夫的海因啊，但是呢，已经不受诸苦，但受诸乐，所以是不是如泥环？所以他现在在四自在王佛前面所总说的这个偈子啊，
就意味着等一下要对应四十八愿的内容，这是前后呼应的。先告诉大家，即便你还没有看四十八愿，你光看这个偈子的文字内容啊，你就可以感受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特殊功德相啊。所以我当悯哀，悯是怜悯，哀呢是什么啊？是拔济的意思啊。那么呢度脱一切。那么十方来生呢、啊，他就直接讲，你看，就讲十方来生的，不是指他自己了，哦，这经文会自解的，经文会自己解释自己，哦，你不要那么急的去看注释，哦，你自己慢慢看，你就看得懂，哦，十方来生的什么？十方来生的众生，来生到我国的众生，他们还没有说明。怎么生到我国？但他终究知道我的国度终是要有众生的，不会只有佛一个人。那叫做长吉光，那个是自受用，自佛的悲心等流啊。他成佛了，他还是会利益众生。那么他成就的国度，就算有众生，有缘的众生来，这个时候就来生。虽然他没有解释怎么来，但是终究要有众生会来。因为啊，谁都会结缘呢、啊。你来投胎就有那么多人在地球上等着你了，对不对？那缘是这样嘛。我们无量劫以来，这些因因缘缘的，我们少不了这些众生因缘的。这个地上面有多少的蚂蚁？这些蚂蚁不在美国，在台湾，而且还在万佛寺。所以这些蚂蚁还不是普通蚂蚁啊，跟你有缘的蚂蚁。啊，进一步的说了。在你房间里头的蚂蚁，那就是有缘中的有缘蚂蚁，那也不是突然间刚好点名点到他来你的房间，不是，那就是有缘，是吧？所以一定有众生来生的，他并不解，还不解释怎么来，但是呢，来生的人先说要怎么样，因为重点在于他的国度要怎么样，所以要说来生怎么样，来心悦清净，心悦悦就是愉悦。心情愉悦，心境愉悦，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清净。心的愉悦不清净，那就凡夫。清净不愉悦，清净而不会愉悦法，那可能就是外道修行人，他也一时少分的舍离五欲，但是呢，内心没有真正的了生死，他还有所求，所以他不是真有悦。那真的无心悦而清净，在极乐世界不用再求了。你要知道，你又怎么不要再求？不是要花开见佛，要悟无生吗？那都自然的，好像汽车在轨道上面就往前走了，那是无功用道。周边呢，这个啊、八功德水、七重蓝熏，那么共命之鸟、出河雅音。念佛、念法、念僧，但是整个的环境都导引你自然的向你解脱去，所以呢，不再恐惧，对于成佛也不再犹豫。在极乐世界，你不会成佛的，因为绝对就是阿弥陀佛在那成佛，是他化度的世界，没有苦好让你去度众生。但是你在那里悟无生之后，因缘到了，你就回入娑婆。不是不一定是地球这个娑婆，其他有缘的地方，你就会利益众生，这些都是自然会做到。所以你心无所求，再来清净。首先我们说过了，你的投胎，你在极乐世界，你的胎是莲花啊，除非有入疑尘，那就是不了成佛原理啊。净土真宗从来不谈成佛原理，也不自认为自己能成佛，他还说你要自己说自己无能，你才能往生，不是这样讲。无量寿经上明白的就说明了，对自己能成佛这件事情有疑的话，你会生在头化成里头。即便在化成里头，你呢也没有生生的父母，也是化生的。那么如果你了知自己能成佛，对自有佛性这件事情不疑的话，你直接就在莲花化身。那莲花化身什么时候打开呢？上品上身呢，去了就开。
连等都不用等。中称中生呢，上品中生，隔一夜就开；上品下生呢，一日一夜开。啊，下品中生，中品上生呢，也是一日一夜开。啊，那么乃至于有七日七夜开，到了下品中生呢，六大劫开；下品这个下生十二大劫开，最慢十二大劫。所以那就没什么。你只要能见阿弥陀佛，你管他几大劫？你看我们轮回几劫了，几百万劫了，你还没你的莲花都还在哪里嘞？啊，人家那里下品下生的人呢，都十二大劫就能开，多好，对，就是什么那个票已经在手里了，对不对？早一点看电影，晚一点看电影，你也不用跟人家挤了，时间到就畅明，你就进去看。很安稳了，所以是不是心越清净？在莲花中，早开晚开都不是你的生身父母啊，没有那男女相，因此也没有谁恩爱相。哎呀，这是我娘，这是我爹，我要对他孝顺，这是人间相是应该的。他没给你这个肉体，没把你养大，你也没办法学佛。但他不是为了养你、长你，他才去生你的，不是的。他们爱染相，他们自然就会生你。你跟父母的关系是染相而来，你在跟极乐世界的关系是清净相而来，那因就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名要常常记得，法名是三宝基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给你的名称，这比你世俗名还要庄严不可思议啊。你要知道，父母染爱相所给你一个名字，当然你也要感谢是没有错的，那终究是染爱为因的、啊哦。所以我出家，这个还算是陈水扁的功德啊。华人文化里头呢，自古以来不准你改名换姓，改名还勉强，换姓怎么可能？但是呢，5000多年来就陈水扁同意，他在台湾同意了。他当总统了，这点还是要赞叹人家了啊！这个他同意怎么样？同意说出家人只要有正式的戒牒的话，可以改姓氏。哦，有时候我以前没有改名字，我去银行啊，梁先生，师傅啦，不要叫先生哦，梁师傅，听神哦，还是梁师傅，因为他只认得你的身份证上面姓什么啊，是这样。那你跟他讲说，哎，不要再称世俗名，但是问题是身份证上就是写的世俗名，他就认身份证，很不愉快。那后来他可能改，我妈就去改。出家还给他叫俗名，对吧？名以昭德啊，我们称阿弥陀佛，我们也不称法藏比丘啊，我们称阿弥陀佛了吗？不是吗？因为那个德相已经现前了嘛，是这样。好，那么呢，这个呢，我们投胎的时候是清净，所以心越清净，十方来生心越清净。好，你看弥勒菩萨最后成佛，龙华三会，首五戒就龙华三会，那里头有男女相，只是那个男女没有婚姻，男人看女人看对眼了，路边简易行影，他们各自不招感，女人把小孩子养大了给社会就带走了，他也不贪染这个儿子，儿子也不会去贪染父母亲，当然尊重还是尊重。那么呢，父母呢也就那个夫妻呢没有互相染爱太重。天人也是这样，这是在人间才在讲所谓的人伦的，人伦本身是一种束缚的，在天人境界也是这样子。我是指欲界天。他们比如说什么啊，这个什么鸳鸯，像鸳鸯啊，什么在地愿做什么，在天愿做什么啦、啊，那个不是的，这是人类贪爱把它美化的，贪爱眷属、啊、把它美化为人伦的。那当然还是应该不感恩呐、啊，这众生恩嘛要感恩，可是呢不能过度美化。那么呢，在极乐世界是没父母。哦、是莲花化身，所以你心越清净，那么呢，以至我国啊，真的来到了我国，来到了造了我的国呢，是安稳快乐。他总说了，总说极乐世界是这样，所以说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嘛。信佛明信啊，
是我真正哦，你看看信佛明信是什么？法藏比丘对四自在王如来说的，说信佛明信就是祈求信啊，幸运的信、啊，这是指什么？就是恳求，恳求啊，恳求佛呢，您老人家姓名，名不是名姓的姓名，是我的姓名，相信我，明白我的真意。我愿如是佛自知，就这个意思。我愿如是佛自知，有没有？就这个意思。啊，信佛名，祈求啊，恳求啊，佛那个四自在王如来明信明于我，相信也明白我的真心是这样，我不是讲讲而已，我真要发这个愿。那么呢，是我真正作为我。最终的证明，最真实的证明，我这样发愿。哎，你发愿不能不对人发愿，不对一位对象发愿。有人世间人讲，我对天地发愿，好了，勉强了，有天有地，因为他没有佛的观念了、啊，那又不能对鬼神发愿呢、啊。所以华人文化里头没有神，神跟他是跟人是差不多的。你看《封神榜》，《封神榜》，你看封那个神呢，是啊，国人王在封神呢。所以神也不怎么样，那怎么办？天地最大。那天地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虚幻的大自然崇拜概念。道家、儒家都从这里出来的。你去看礼记，你就知道了。都是从遵从天地的规则而来。那佛法来讲，那些天地的规则其实是你的心所投影的。是听的，狗的天地跟人的天地又不一样，地狱的天地也这不一样。那因为他没有这种禅定的观念、啊、那么他 只能够观察这些内容、啊、那么把它和谐化，并且拟人化了，拟人化了。好，那没关系，那这也是他建立他人伦道德的方法。那么真正的要发愿，要有一个对象，什么样对象？越慎重、越神圣的那个对象是越好。那谁？是自在王如来啊。那这是人天上天下唯佛独尊呢、啊？那当然是在佛前发愿嘛。所以他说：“是我真正，是我最真实的证明啊、哦，作为我证明啊、哦。像我们皈依的时候不也这样念吗？阿舍离纯念，就这个纯念两个字，纯念就是证明的意思啊。作为我最真的证明，证明什么呢？发愿于彼啦，历经所欲啊，真好。”发愿于彼，就是我刚刚发愿这样，彼就刚刚说的那内容，我刚刚发愿，好，来生我国怎么样？前面当然还有好多啦，好，这昨天已经讲了，我就不再弄。前面还有好多啦，令我作佛国度第一，奇众奇妙啦，超道场超绝啦，啊、哦，乃至于，这个什么？心悦清净啊等等啊、哦、这些内容啊、哦、那么我这样发愿，那么我发愿刚刚这样子发愿是历经所欲，历我修行的一切目标，我一切努力的内容，经思维、哦、或者精进的内容，都是要这个，都是要做这个，所欲就是以这个为目的，说我修行是为了成就刚刚我发愿于彼的发愿，这样子来生我国呢，就是清净安乐、哦、那么心悦安稳、哦、能如此、哦、那么呢，十方世尊呢、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呢、啊、知我心行，假使生子啊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呢、啊、忍终不悔啊。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自我行。就十方世尊智慧无碍，为什么突然间出现十方世尊呢？你要知道，我对忏悔主忏悔，我对我的愿主发愿，也就是所谓的四自在王如来。可是呢，有证明的人，你看看我们说哈，世间人去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法院公证？旁边还有证婚人，那个证婚人之外，还有观礼的人，观礼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周边的证明，而为证明。
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呢，礼请十方诸佛菩萨，乃至于护法龙天等，护法龙天护持坛场。那么呢，这个十方菩萨呢，就十方诸佛呢，来着监坛证明。那么谁作为我们直接受戒的对象呢？哦，世尊、释迦佛，一样道理。我发愿真实的发愿的对象是世自在王如来，可是十方诸佛通通证明听到了，听到你对世自在王如来发愿，我们证明了，我们看到了。释迦如来当然也会答应了，那这就是有两位一组一从的，我对您发愿，您同意我，那么有第三者在周边呢给予证明，是这样。我们拜忏悔也是这样，都是会有这样子，有一个主，那么有周边的做证明。你看，我们去跟人家谈生意啊，那我们印《法华经》啊，那《法华经》要跟那个什么跟。世华要出面、哦、跟什么呢？以一个公司的立场，我们道场还没有出面、哦、因为公司的立场出面去跟国家的故宫博物院谈这个版权事情，你知道吗？他一出面的时候，不是他去哦，他带着一个国际律师现场，所说的任何话通通做成记录。我昨天才知道，因为有人有另外的单位呢，他说他稿子非常好了，他有乐意要无偿的要给我们用了。那我问他说，哎、欸，要不要？他说不用，他直接找故宫。他正在谈的时候，旁边一定是律师在场。嚯、哦，这样讲话，那你看世间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一定我们两个说了，谁证明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地又不讲话，你知我知，那你个人一张嘴。到时候罗生门怎么办？一定找一个人证明，是这样子。那么你看、哦、阿弥陀佛当年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在世自王如来面前发愿，他也是请十方诸佛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就是知道世自王如来接受了我的愿，知我心行，此尊就是世自王如来知道我的心行哦，你看多好。假然后呢，知我心行，心行再补充一下，假使生子诸苦途中，就是我未来要完成这样极乐世界，我要很辛苦的修行，我已经知道了。那么怎么样，假使我的身在一切的苦毒之中，苦毒之中，又苦又毒啊，你这样想你会很感动。阿弥陀佛，当年法藏比丘居然这样为我们入于苦毒之中，我行精进啊，是忍终不悔，我一样精进，绝不退，也不后悔，发这样子的愿。你听了，你真的要痛哭了、啊。嗯，阿弥陀佛是为众生发这样子的愿，所以我们要拜佛的时候说意念佛的功德。这样就意念，你就意念得到那个情境好清楚，好清楚啊，对不对？不是人家说说而已啊，这几乎你就看到了那一幕，他在世自然如来前面这样发愿，他还在做比丘的时候这样发愿啊，常要记得，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啊，忍终不悔，很难得啊。好，这个时候讲完了。这是他描述我们释迦佛描述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当时的发愿情况。这个时候佛回过头来对阿难讲，法藏比丘说此颂已而薄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啊、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度，令我于世速成正觉，拔诸生死情苦之本、啊、拔什么生死情苦的本是什么？我们的无明啊，我们无明才会入生死而勤劳辛苦啊，为爱跑天涯，为钱熬夜赚钱，赚没那个几个钱爆肝找死，那都是勤劳辛苦，对吧？但是呢，落在生死里，
一点用场都没有。他要拔这个本，你为什么放不下？为什么那么勤劳？哎呦，老板要我这样做啦，所以我的就要这样弄这样弄啦，老板弄几个钱请你做，你就为他爆肝而死，这就勤苦嘛，对不对？他要拔这个生死勤苦，当然这还是表面的勤苦啊。我们最大的勤苦是什么呢？为情、为名、为利、为恨、为爱，一直在轮回当中，心情不求出，然后呢，头出头没，驴胎马腹的去，辛苦而不觉苦，这就是勤苦，在生死中最勤苦。我要拔这个本，所以这个时候他描述释迦佛描述法藏比丘呢，法藏比丘呢，怎么样再对次自在如来做最后的结论？他说啊，唯然世尊啊，就世尊啊，是的，这就是我刚刚这样发愿，我呢发以这样子的愿来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那么希望呢，世自在王如来您老人家为我广说什么大乘经典跟大乘教法，我呢，这些经典跟教法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而讲说的，那么我呢，当什么呢？当依您说的这种教法来修，以完成我的愿。那么呢，我当修行，我当修行，修行什么呢？修行您说的这教法内容是什么呢？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无量的妙度，就是您讲这些教法，就是能够摄取一切诸佛十方诸佛国的清净庄严无量的妙土的那个殊胜相，我都去参考，就好像人家建庙建寺院要去其他寺院去参考一样，要去参考摄取它，摄取就是参考。那么令我于是速成正觉，能够我听完我懂这个道理，我知道怎么样建立我的国度了，并且也能够速成我能于人间修行啊，早日依您所教导的这些十方诸佛国度的清净妙法，我能早日摄取成就一个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后来的极乐世界。然后呢，拔出生死勤苦之本，将众生的生死把它拔出。他一步一步的，我们一步一步的知道了那个情境了，他在对世自在王如来说明他当年发愿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回向。